有姐妹想看我吃抹茶甜品局了，必须安排。干饭全称的体重，人们今天体重43.8，欧粉准备干饭。Hello， 今天吃抹茶甜品局，先来吃一个抹茶雪媚娘。里面还有抹茶奶冻。超大的抹茶泡芙，这个泡芙真的好好吃啊，再来一个。姐妹们，今晚10点喝的6.8有活动，活动力度特别特别大，想调理身体想变美的姐妹一定要抓紧活动机会哦。再来吃一个迷你毛巾卷，姐姐我想吃这个迷你毛巾卷。嗯，那给你吃吧。没事，我们还有一个超大号的毛巾卷。不好意思，吃太大口了，没兜转。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因为我们又放冰箱冷冻，稍微有点化，但是味道很好。饭后吃2个丸子，拜拜，姐妹们，明天见。